索拉，你比妈妈厉害了。你真是太厉害了。好，摆好啊。嗯。哎，怎么老是打不着？哎呀，对不起。怎么打乒乓球呀？没有，梅姐她约我打高尔夫，我哪会啊？所以就临时抱佛脚呗。哎，哎，老婆，你为了我也真是太不容易了。那当然了，你是我老公啊，没办法。我换身衣服给你做好吃的去。宝贝儿，加油练啊！就不信打不着你。不错啊，哎，打得挺轻松的。跟您比差远了。其实平常我跟俊龙打得很少。我也是跟着我们家老马学着学着呢，我就上瘾了。那有机会可以让马总指导一下我们家俊龙啊。可以啊，我们家老马可爱为人师表了。真的？是啊。好呀，我们继续打。好，我跟你好好学学。各位小哥哥小姐姐，今天的唯一给你讲故事呢就先到这儿了，喜欢的记得点赞，欢迎来我直播间访问哦，拜拜。嗯，最后那句是不是太没特点了？哎，凯英，你回来了。真的要拍短视频？啊！你不出去找份正经工作了？可瑶，你听我给你分析呀。哎呀，我录短视频那具备迅速蹿红的条件。哼，什么？首先，咱这颜值没问题吧？这红不是光靠颜值的，你得有特点。特点我也有啊，你看啊。现在短视频上大部分都是搞笑的、搞怪的，要不就是煲鸡汤、讲感情夜话的。我读书啊，读的还是我自己写的小说，这还没特点？不一样，我们毕业从学校家里出来，来到这个陌生的大城市里打拼，我们真的需要尽快成熟成长起来。你能不能稍微务实一点？哎，我就不明白了。那么多人拍短视频都红了，为什么到我这儿就是不务实了呢？人与人之间真是没法比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你爱干嘛干嘛吧。有病吧。陈松英，你怎么了？嗯，什么？我怎么了？你不是去医院了吗？我去医院你都知道，你不会是找人跟踪我吧？什么呀，小金去医院给他老婆拿药，看见你去看妇科了。你身体没事吧？就这么巧吗？没事就行。我呢，去医院只是想做一个检查啊，我只是想问一下医生，我这个年纪还适不适合怀孕？陈松英，你改变主意了，想生孩子？哎，我可没说我想生孩子，我只是去做了个检查。有那么一个想法和一个小小的念头而已。陈松英，我告诉你啊，有了这个想法就是关键的第一步。这个想法就是一粒种子就可以生根发芽，长成苍天大树啊！我就停，你先不要这么开心，也不要想太多。因为医生跟我说了，他觉得我呢不适合怀孕。他说呢，我呢就是熬夜，对吧？抽烟，而且颈椎不好。这些都没问题，颈椎不好在现在可以治。你不是熬夜吗？咱从今天晚上开始，晚上九点睡觉，早上八点起床。抽烟现在就可以戒啊，这个都不会影响啊。我说关真啊，怎么你脑子里面除了生小孩就想不到别的？你完全不考虑我是吧？大龄女青年怀孕很多危险好吗？很有可能会因为生孩子。大龄女青年有的是生孩子的啊，大龄的，好多四十多岁生孩子有的是啊，又不是单单我们一家人。对呀、啊。那你有没有听过那四十多岁生孩子的，他可能会难产，最后，这，
我们可以剖腹产呀。说的那么轻松，你怎么不在你自己肚子上剖一刀呢？你不生拉倒，我去领养一个。你说什么？去领养一个。行行行行行，哎，这话真的厉害啊！我记住了，你快去领养，然后把孩子抱回来。我觉得一点一点的没有，我好好帮你养。你去去去去去，哎，我付费啊！你干啥去啊？我话还没说完。这就去领养。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。哦，你还真找呢。岂有此理！真把自己当回事儿，愿意给我生的人多着呢，挑衅我是吧？我就算真的在外面领养一个，你能把我怎么着？婚姻就像是选择题，选对了，家庭和睦，事业提升；而选错了，鸡飞狗跳，痛不欲生。一场良好的婚姻可以给人带来稳定的心态，但是一场失败的婚姻会让人万念俱灰，甚至是身心疲惫。你知道婚姻的基础是什么吗？是感情。错，是生活。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想到这座大城市来打拼吗？因为他们想改变。什么叫改变呢？从精神到物质上的彻底变化才叫改变。你知道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要拼搏多久才会过上像样的生活吗？而且你知道吗，在成功的道路上面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你不努力你就没办法成功，但是你努力了你也不一定可以成功。也许我的这场婚姻投资失败了，既然失败了，那么是继续下注抄底，直到最后血本无归，还是及时止损呢？哎，不行不行，我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想法？我不能这么想。嗯。媳妇儿。干嘛呢？哦，没事儿，睡吧。嗯。一个年轻漂亮、貌美如花的女孩，想过好日子，有错吗？我放着父母身边温暖的小屋不待，一毕业就领证结婚，陪她到这座陌生的大都市打拼，值得吗？我那么努力想要站稳脚跟，可他依然不思进取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做这么多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唯一我们未来的日子该怎么走啊？陈总早。关总昨晚回来了吗？没有。哎，那这几天他都没回来吗？那得有个三四天了。陈总，我先给你做早饭去。可以啊。这次可真够狠的，竟然三四天都不回家。喂，小金，关总人呢？在哪儿啊？关总这两天都在上班啊。废话，我当然知道他在上班呢。我问你，他住在哪儿？住哪儿？怎么？你别说你不知道啊。我知道知道。关总啊，这两天都住酒店呢。哪个酒店啊？给我说详细点。就公司附近的四季酒店啊，还是我给开的房呢。行啊，
这天天有家不回，去五星级酒店烧钱。可以啊。嫂子，我在去接关总的路上，让他给你回电话吗？啊，不用。千万不用啊，我知道他还活着就行了。嗯，就这样吧，挂了。关总，您看我这么说行吗？跟我较劲，我怕他爱回来不回来，反正在家的时候我也见不着他人。我最生气的就是他这个态度。嗯，那假如关总为了要孩子和你离婚怎么办？就他一中年大叔，谁能看得上他？中年大叔怎么了？这年头中年大叔才有魅力。再说了，在外面那些小姑娘眼里，关总的条件还是很有竞争力的。哼，那算他本事啊，他爱干什么干什么，反正我是不会吃醋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人关总挺好的，他要求也不过分。你不愿意归不愿意，但是不要把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闹得太僵。我反正绝对不会因为他不要命的去生个孩子。要不是因为离婚成本太高，估计之前早就离了。你要是没有这份爱的话呢，今天也不会跟我说这么多。要是没有这份爱的话，你也不会气成这样。哎，我生气绝对跟爱不爱没有任何关系，那是因为他搬出去住啊，这样太不给我面子了。哎，不过跟你吐槽吐槽吧，心里舒服多了。我看啊，我就应该多在你面前骂骂他，臭老关，死老关。好。怎么？哎，孩子，你干嘛呢？这不是我的吗？谁你的？这是小苏男朋友送他的。啊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今儿没你的。是我让他别再送了。哟，那你还上来就拿人家花？也不知道最近有什么好看的电影了。图图，怎么还有个男的？人呢？我跑这么快让爷躲了。喂，图图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学校啊。学校呢呀？你再跟我装，你身边那男的谁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无聊，挂了。喂。行了，你肯定有问题，不跟我说实话。他们应该快来了。你怎么了？紧张啊？哎呦，你也知道我不喜欢应酬，都不知道说什么。说什么呀？第一次见面能聊什么？该聊什么就聊什么，随便聊啊。今天也不可能说什么实质性的问题，但是你就记住了，你别忘了聊曾国藩。干嘛？哎呦！哎呀，老公加油！哎，来了。姐，思宁。来，哎，这是我老公老马，老马，这是思宁，马总您好，宋思宁，这位是我的老公李俊龙，李俊龙，久仰大名啊，你们唐总和高总都是我的老朋友，关征在我面前可夸了你，关老板可不是轻易夸人的人啊，他们都高抬我了，其实我应该多向你们学习的，那我们里面请吧，马总，行，俊龙，你坐我旁边，我们聊聊，好。坐坐坐坐。四年，
咱们那个读书会啊，有人看中了，想要给我们拍视频，说是发到网上去。你看这事情靠不靠谱？嗯，我觉得您办读书会的初衷也不是为了出风头，很多事情一旦传到网上，难免会众说纷纭，徒增是非。貌似咱们读书会里的几位姐姐也不愿意抛头露面吧？是啊，还是你考虑周到。嗯，回头我就给他们回了去。嗯。俊龙，哎，听说你对曾国藩家书这本书感兴趣？对对对，我喜欢历史，要不是读了财经的话，我第二志愿就是历史。我喜欢曾国藩，啊，我是服务男人嘞。我喜欢他那股子干劲儿，嗯，他是靠自己步步为营爬上来的，打仗是，官场上也是。其实他年轻的时候吧，还是比较毛愣，也不按做官之道。40岁之前吧，其实没什么实权。你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他虽然没有实权，他带着湘军，就认他为领导。他的手下不乏能人，却对他心服口服，唯他马首是瞻，这说明了他的个人魅力和驭人手段。你看他们俩聊多开心啊！是啊，我们家俊龙不善言辞，没想到跟马总还是很有缘的。我看还挺好。嗯。为了一见如故，哎，我们干一杯。思宁啊，哎，这个周末啊，在我们家有一个家庭聚会，说白了呢，就是几家要好的一起热闹热闹，你一家三口也一起过来吧。好啊好啊，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们家朵拉和我们家二宝差不多大。好的，那我们一定准时到。那就这么说定了啊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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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再见，再见，哎，再见。电话微信都留了，他说下一次办公室单独聊。你还紧张吗？不紧张了。走你啊啊啊啊啊！俊龙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合作伙伴张总。哦，你好，李总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俊龙，我听说你现在正在融资，啊，对，有眉目了吗？有几家公司在谈，回头你把你的商业计划书发给我看看。那太好了呀。最近手头上有好的项目吗？有，如果您时间方便，我可以跟您汇报汇报。您说。哎，来，我先进去您。嗯。哎，李总。马总和俊龙聊得还挺好。开心就好，他们。思宁啊，嗯，每次我家里这种聚会啊，都累着我一个人。这次幸亏有你，我轻松多了。我应该帮你。哎，哥哥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，我劝你的。嗯。妈妈。怎么了，乐乐？怎么了？你儿子怎么了？谁打你？打你啊？李佳怡，你怎么打人啊？是他先打我的，我去玩汪汪队，他来抢我，我就去玩奥特曼，他又来跟我抢。那你也不能打弟弟啊，你看弟弟哭成什么样了。我不给他就打我，所以我才打他的。看这好大一个包哦，你下手好重哦。快快跟弟弟道歉，快点。他把我胳膊都掐红了，他也跟我道歉。啊，算了算了，小孩子打打闹闹正常，道什么歉？哟，谁给我们乐乐弄哭了？乐乐怎么的了？奶奶在打我。打你什么地方了？这得好大一个包。哎呦，你是这脑袋这么大一个包呢？你这小孩下手怎么这么重啊你？实在对不起啊，阿姨。你们怎么教育孩子的你们？啊，下手这么重。
我孙子如果有什么事儿，我跟你们没完。你个救命的！妈，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？你给我闭嘴！他先打我的。你打人还有理了啊？你必须给我们乐乐道歉。我操！哎哎哎哎，没事没事，好，不难受不难受。奶奶，不是道不道歉的问题，是你们孙子打了我女儿，我女儿被动还手了，你非得道歉，这什么逻辑啊？ 你谁呀你啊！你怎么跟我说话呢？我谁不重要，奶奶都已经说了，是人家孙子打了我女儿，我女儿被动还手的。你们家应该有监控，你可以看一下。你上来就劈头盖脸的说这孩子不对，哪国的道理嘛？你少说点。不是哪国，小孩你得给他一个正确的传统的教育嘛。是对是错，是黑是白，对不对？你不能上来就指着谁说说说说说。再说了，我们家还是女孩，这是男孩，对不对？这事儿弄得。 搞笑了！哎，老婆，喝点水啊。 是这个手是吧？嗯，还红着，疼不疼？小孩子打架，你一个大人跟着瞎掺和什么？哎呦，那老太太说的是人话吗？啊？李佳怡，你也是，弟弟要玩具你就给他呗，你还动手打人？是他先打我的。这事不怪朵拉。 小男孩打他了，他还不能还手了。朵拉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后谁要欺负你，你必须打回去，要学会自我保护，知道吗？啊？你什么意思呀？我让我女儿在外不受欺负呀。李云龙，你知道吗？这么长时间以来，我花了心血维护的关系，你几句话就给搅黄了。这种子我可以不要了，但是朵拉受欺负了，绝对不行，我可以忍辱负重，我可以砥砺前行。 还有，这老太太她懂道理吗？你今天不把这个道理跟她说清楚了，能行吗？李牛，你英雄！你们别吵了，我讨厌你们吵架。我没吵架，没吵架。哎呀，爸爸，我今天真的错了吗？没有啊，你今天一点错没有。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。 爸爸陪朋友看电视。好的。我是小薇，我是天天。不，我要演阿奇，因为我长得帅。嘿嘿。 吃点蔬菜，来张嘴，好好，都吃进去吧。自己拿叉子，拿叉子。扯鸡的，来，找身体啊，拆开，拆开，对对对，拆开，拆开。这，我们的螃蟹来了。你好，老板，谢谢，不客气。 哇，这个螃蟹太大了！来来来，我吃个螃蟹啊！哦，我也来个，哦哦哦！哇，鲜啊！来来来，朵拉，尝一口，鲜不鲜？鲜啊！好，吃个腿啊！哇，鲜美鲜美鲜美！来，朵拉，尝尝尝，又出来了。 有些人可真是没心没肺啊！你说你自己能力不行，让我到外面去给你求人，拉关系，搭人情，搭面子，结果一句话，就搞砸了。尝尝尝尝。
我发现李云龙，你现在软饭硬吃吃的挺硬气的呀。有完没完了？什么叫软饭硬吃吗？我没完，我说你怎么了？你摸着良心说，这个屋子里什么东西不是我挣的？自从你跟那个老许合作，你是往家里拿回来的多，还是拿出去的多？那吃软饭的，你见过有买房子的吗？你别跟我说房子，说好了，房子下来之后写我的名字。你现在一口一个房子是你买的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当时你是外地户口，我倒是想过户给你，你有这个资质吗？我现在社保已经满五年了，你把房子过户给我呀？那是婚前财产，不得经过我爸妈同意吗？行，你现在去问我爸妈，我爸妈同意，我马上给你嘛。李俊龙，你到现在都没觉得自己有错吗？不是，我护着孩子，我有什么错呀？走，过来。不是不是，你要干什么呀？我不寄人篱下，我不要看人家脸色过日子。谁让你寄人篱下？谁让你看脸色了呀？你不是说这房子是你们老李家的房子吗？这就是寄人篱下，这就是在看你的脸色。行，你就坐。我告诉你啊，来，你把朵拉留下，你愿意上哪上哪吧。你真的要离家出走是吗？妈妈，别走！啊，不哭了，宝宝，不哭了。妈妈，你别走，不让你走。你这是干嘛呀？你就是不珍惜别人的付出。妈妈，你别走，我不让你走。一点小事情根本就不顾全大局，我有病啊！我图什么？你容得来自容不来自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没有你，我照样可以活得很好。我跟你解释过了，今天是个意外，你干嘛要把矛盾升级啊？你说你跟一个老太太计较什么呀？人家给你台阶下你就下呗。这不是朵拉吗？我承认我上头了。那你吃饭的时候说什么呀？什么软饭硬吃？你这不是拱火了吗？吃饭的时候你什么态度啊你啊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我能不生气吗？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有老婆有孩子有车有房就满足了啊？是，你就是太不知足，所以生活这么累。我不知足，我累。哎，行行行行，哎，我错了，都是我的错，行吗？以后你说什么都是对的，你别走了。爸爸，爸爸知道错了，你别走。俊龙，你们干嘛呢？怎么还跪在地上啊？啊，没事。啊、爸爸，爸爸，妈妈吵架，爸爸欺负爸爸。俊龙这事儿处理的呀，确实幼稚。他护朵拉没问题，但也不看看情况。不过呀，房子这事儿，我想他是无意的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就是气他护着朵拉，不分时间、地点、场合。你说我花了这么多时间、精力跟心血，妈，你要知道，维护一层关系真的好难呀，毁掉一层关系，一句话的事儿。当初你俩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结婚以后肯定是你照顾他多一些。当初我就觉得，他顾家，顾孩子，
我觉得真的很好。可是现在，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没有进取心的小男人。小男人也有小男人的好啊，他是真宠你，这点你别否认，我看得出来。还有，他挣的钱，都花在你们娘俩身上了吧？可是我不想让我的老公是个小男人。我希望他事业有成，我希望他有进取心，我希望他成熟稳重有担当，我还想回家当个小女人呢。关键你这性格他不是啊，思娘。男人啊，挣多少钱无所谓，关键呢，是看他愿意花多少在你身上。这一点俊龙没得挑。再说了，护朵拉的这个事儿，也不是什么大错。难道像你那个混蛋爹似的，套下咱娘俩不管，你就输他了？我也没有真的怪他，我就是觉得他做事没有分寸，还觉得自己没错。话赶话说到那儿了呗。话赶话，他都给你跪下了。哎呀妈，那是他的一贯伎俩，以退为进，假装示弱。还有什么来着？苦肉计。还有什么词啊？往上怼，没了。哎呀，闺女呀、啊，你跟妈一样，就是嘴上不饶人的人。不起了啊，有什么大不了的呢？小两口吵吵闹闹太正常了，过去就过去了啊。反正你来了就好。哎呀，多会儿长大呀，多会儿让妈放心呢、啊、那且呢。爸爸、哎、你们为什么总吵架、啊、我们哪有总吵架，不就是今天吗？我总觉得妈妈老是不高兴。那是因为妈妈呀，她太操劳这个家了，所以有的时候啊，脾气心情也会不太好，脾气就差点，知道吧？哎，妈。姥姥。姥姥，睡下吧。哎。刚才我劝过思念。哎，没事了。谢谢妈。其实思宁做的一切呀，都是为了这个家好。是不是？是。这事儿呢，我先考虑。夫妻间吵吵闹闹很正常，但是呢，别有隔夜仇。放心，绝对不会，绝对不会。朵拉，今天晚上姥姥陪你睡好不好啊？我不要，我要爸爸陪我睡。好好好，妈，这样，我陪朵拉睡，你陪思宁呗。也好。小精灵，捣蛋鬼。妈，你真的不再多住几天吗？不了，这次主要是陪你舅来看病，等他的化验结果出来，我们就回去了。要不然还是我送你们俩去机场吧。不用，现在条件这么方便，打个车就行了。你们工作忙，不用耽误。走了。朵拉，姥姥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爸爸妈妈吵架的事儿，别跟奶奶说好不好？朵拉最懂事儿了。姥姥抽时间会来看你的啊，乖。来了来了来了！哎呦，我的小朵拉呀，一听就是你呀，小朵拉！来来来来来，小心地滑！哎，那妈妈，真好，小心地滑。哦，好好好。我爷爷呢？你爷爷呀？你爷爷给你买甜圈圈去啦？耶，甜甜圈！甜圈圈，好的。哎，俊龙啊，哎，今晚在家吃吗？不了，回家吃。哦。朵拉，这个周末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开心吗？不开心，爸爸妈妈都吵架了。哎，小孩不能瞎说。我没瞎说，爸
爸还给妈妈跪下了。哎，你净胡说八道，不能胡说八道，听见没有？胡说八道啊！朵拉，不对，小朵拉，你能自己去洗手吗？能。好的，你去洗手，奶奶看看好不好？好。嗯，快去，自己去洗手，真聪明的孩子，真好。什么情况？怎么回事？下跪了。小孩说话夸张，我怎么可能下跪呢？可能。凭什么？哎呦妈，我是一家之主，我下跪干什么呀？小孩胡说的。你趁早跟妈说实话，啊，告诉我什么事儿？没有事儿。朵拉呀，你要跟奶奶说实话，爸爸妈妈真的吵架了吗？嗯，吵可凶可凶了。爸爸真的给妈妈跪下了吗？嗯。啊，那你给奶奶学学，爸爸是怎么给妈妈跪下的，好吗？我错了，你别走。我错了，你别走。啊，他是这样的。干嘛呢？你在这儿大半夜的，打坐呢？哎，醒醒！咋了？醒醒，老太太！哎，哎呀妈呀！你可醒过来了？咋了你呀？吓死我了！思宁，别欺负我！我一定要找他谈谈。怎么他欺负你啊？他欺负我。你怎么也没睡啊？我这不是闹肚子上趟厕所吗？你把我吓死了，你这。行了，赶快回去睡觉吧。啊！送死你了！你看我明天，你看我明天怎么治你？送死你啊！我根本不怕你。妈，妈，哎，您怎么来了？您找我，什么事儿啊？思宁啊，哎，最近跟俊龙又吵架了吧？朵拉给您告状了吧？思宁，您放心，我不是来兴师问罪的，我是来替俊龙给您道歉的。哎，妈，我们都已经没事了。是没事儿，我儿子都给你下跪了。你能再有事吗？要再有事儿，那就是满门抄斩了。妈，您不知道前因后果。什么前因后果也不能让自己的丈夫下跪呀。这要是让外人知道了，俊龙面子不好看，你心里就好过吗？是，是。哎呀，思宁啊，你在我们老李家地位够高的了。你说，你让我们给你看孩子。我们就给你看孩子，你说你要教育孩子，我们就全力的配合你。现在就是连你要二宝，我们都得看你脸色。你说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呀？没有妈，我没有什么不满意的。那就好，思宁啊，我今天不是来埋怨你的，我是替我们家俊龙来跟你说情的。你能不能看我的面子，饶俊龙一回呢？俊龙是个男人，别老让他下跪。妈，我知道了，我以后一定注意。对不起哈。哎，那就好。哎，我和俊龙说了，那房子的事儿，加你的名儿。就是你爸现在有点想法，不过这就是个时间的事儿。嗯，你别心太急，啊。
来就让孩子不高兴。没回来之前，我跟朵拉挺开心的，非常默契，非常和谐。你一回来，搞得家里边乌烟瘴气，极其压抑。什么意思呀？就是我别回来呗。你把朵拉留下，要怎么地走？你愿意上哪上哪。陆小姐，嗯，今天是包车的最后一天了，明天我就不能开车接送你了。这么快啊？是啊，很开心这段时间能够为你服务，回头请记得上网给个5星好评哈。哦，好，这个月麻烦你了。